USCBA 通过考试后就能获得职业资格吗？通过 USCBA 考试后并不代表拥有 USCBA 执照，如果考完试不申请执照，那通过考试就没有任何意义。每个州申请执照的条件也各有不同，具体的申请条件要看各州的执照申请要求。